山号。啊！文化不多，废话多。我没文化，我但丁是没文化的人吗？这抠脚大汉狂霸天涯。嗯，再来一把。喂，正忙着呢。哎，你忙着，我还忙着呢。我有事要问你，丹丁，你说啊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温哲彻底死心？废了他呀！废了他？我怎么废啊？不明白。就你这样机灵的妹子，把一追求者变成闺蜜还不容易？我最亲爱的闺蜜，就是你。再不认真点，我先废了你。信不信？小玉，小玉，别闹啊！这会儿别闹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想让温哲不喜欢你啊，除非他真的不喜欢你，要不然海枯石烂都不会死心的。哎，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啊。他要是真的不喜欢你了，会不会很失落呀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是有点担心他去祸害林总。那不正好吗？他们俩年纪也合适，还都是强人。配什么配啊？谁跟他配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温哲那人他……哎，小玉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会儿决胜局，等会儿再跟你聊。你在打游戏？啊，有一个菜鸟说我没文化，三局两胜，正决胜局呢，谁输谁删号。现在就剩我俩了。不是吧？你躲哪儿呢？什么？哦，我的是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笨蛋，我是在关心你，没听出来吗？就像这种游戏，一v一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打得好不如躲得好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在一个木箱子后边呢，左边右边都挺安全，好移动。那个人就在前边的帐篷，只要敢露头，就爆。那个。哎，你帮我记个号呗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正忙着呢。你不是躲得很好吗？你快点，就用你手机帮我记。行吧，姑奶奶。你听好了，五一。五幺。二七。二七。零四。九八七。零四九八七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九八七，是九八一。九八一，不是，你这个是身份证号还是什么密码呀？对对对，聪明的丹丁，这就是个摩斯密码。还摩斯密码，不会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吧？字数是一样的，但不是我爱你，是。张小鱼，狂霸天涯。我看你还敢替我出战队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本姑娘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啊，张小鱼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会上号的。